福大女生是全台湾最漂亮的。学弟妹们，你们好吗？我是姑姑李思维。我是肖秉志。我是数学系。我是影像传播学系。我是传系的学弟妹吗？有这么讲的？不可能有数学系的同学吧？OK， 很开心又回来学校了。然后福大的校园一直以来都是我觉得最嗨、最嗨、台北最嗨的大学。而且我觉得福大女生是全台湾最漂亮的。这首歌是我十年前写的歌，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，欢迎你们一起大合唱。我还是爱着你送的。我们两个组了一个团叫做 GS， 然后我们在明年的3月16号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一场演唱会，所以要邀请福大的同学，如果明年3月16号有空，起来看演唱会，好不好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哪林？我是小 S， 我是姜文雄，是我爸上陈美凤，我是黄静莹，我是郑武成，我是孙颖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兰兰，我是吴依我是林真义，我是志清，我是陈君，我是沈文忠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。
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！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